哎，哥哥，爸爸，说了，爸爸要跟你一起来录，是不是？爸爸就过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么半天没看到，就还这么激动啊！你知道这个象棋啊，它最原始、最原始是叫什么吧？不知道。叫博具。博具？它是一个这个样子的，它相当于是一个像一个四四方方的。表面上是在带着孩子玩游戏，其实是在给孩子上课。但是那个骰子有十八个面。十八个面，快点画十八个面。那我画不出来，就是。这一军将的，快点给我画十八个面。父子俩陷入深深的沉思。